我觉得还可以啦，这个人生这个路不冤枉，走不冤枉，还是一番很丰富，值得走啦，值得走，而且自己想做的很有魄力的去做。From Value Invest Asia, this is The Asian Mavericks. We explore the hidden stories of successful founders, business leaders, and investors in Asia. Here's your host, Stanley Lim. Hi guys, this is Stanley from Value Invest Asia. If you still remember in the past, if we need to get some cash in the quickest manner, one of the options might be to go to a pawn shop and pawn some of our valuables. However, at that time,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certain amount of negative connotation associated with visiting a pawn shop. And people might be embarrassed just going into the shop where, you know, it is usually badly lit or it might just have a shady feel to it. But today though, a pawn shop in Singapore has really changed that public perception, and visiting a pawn shop now is no different from visiting maybe just another jewelry shop. And a key person that really changed the entire perception of pawn shop in Singapore is really the founder of ValueMax Group, Mr. Ye Hiang Nam. In fact, Mr. Ye has created the largest pawn shop chain in Singapore with a revenue more than 200 million Sing dollar a year. ValueMax is also the largest listed pawn shop chain in the Singapore Exchange, with a market cap close to 150 million Sing dollar. We sat down with Mr. Ye this month to really learn more about his personal story and how he changed the entire industry. I have really enjoyed the interview tremendously, and I hope you will too. Mr. Ye has preferred to be interviewed in Mandarin, so do note that the interview will be entirely in Mandarin, but you can go to our website where we will provide an English write-up on the interview for you. You can find the link down in the show notes below. Apart from that, just enjoy the interview. Here we go. 非常感谢你 Mr. Ye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呢通常只是要让大家了解不止这个公司好像他们的过去跟未来的前景，而且我们很希望让观众了解到你创业的路程是怎么样，所以可能可以讲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话，你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你可能从小的时候你的生活环境是怎么样年轻的时候开始做那个金店哦，做金店的时候做20岁做到大概28、29岁这样，那么都开始就开始创业开始就是做那个打金工厂。以前的金店嘛，就是要开一个金店，你必须要懂得那个打金的师傅。师傅你交一个原料呢给这个师傅去打金，打变成你的首饰。那么我们开始做打金工厂，就跟他收金来做到一段时间有一个基础了，那么开始我们就研究做批发。所谓的批发呢，就是自己出原料做成饰品再卖给金店，那叫做黄金批发。那么在新加坡呢，这个黄金批发呢就做了整7-8年。那么这7-8年呢，几乎新加坡的金店都有做了，大大小小的都有做。做的那个时候呢，就中东开始有了市场。那么我们的就跑去中东做生意。那么我们的中东的市场是非常好。那个时候就是在应该是在不到80多年左右。80多年的时候，对，80年代了啊，80年代。这个时候你是还在是跟人家打工吗？对，还在打工，就是说在打工，然后在80年代就开始做中东做沙地，沙地做了之后，因为两伊战争伊拉克战争，对，之后他进口税就涨价了，就提升从1%到8%到12%就没得做了，然后还好。你就目标就转向迪拜迪拜的市场非常好。以前的迪拜几乎就是跟我头发一样光秃秃的，没有树木，全部没有，就是沙漠。这个是90年代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
哦，那全部都没有光秃秃，那么那个时候就做到那个市场，哇，那个市场很大，嗯，他们的黄金哈、哦、那个。黄金的市场不像新加坡个体户一间店一间店，他那边呢是整个 shopping center 哦，全部是卖黄金跟珠宝，哇，整栋都是这样的啊，哇，进去里面哇，全部卖珠宝这样的，那么啊，那么就做那边的生意的时候呢，第一次自己带了40公斤的黄金首饰了，首饰啊，首饰去找那个市场啊。那么一个客户呢，就跟我买到完。哇！我的计划是待一个礼拜啦，才把首饰卖完了。嗯。但是呢，当天客户就跟我要完了全部，而且还大家谈个协议，说：“哎，你不要卖给别人。哦”哦、啊。那么这样就变成哇，他容易，他有利润，嗯，我们也容易做。嗯嗯。一个礼拜的行程准备，但是呢，当天晚上又买回程的机票就来新加坡了，因为他还了原料啊，那个时候就金对金了啊，对对对，啊、金换金了，哦，金换金，啊啊啊、okay, 那么呢， okay. 加工费就给美元了，哦、，OK OK， 那么就开始就这么继续做下去，所以那第一桶金就是在中东赚的，哇、啊、，OK OK， 那么中东就一直做下来，那么啊。量就越做越大了，嗯，还是跟他那一个批发商啊，一个批发商、嗯、量就越做越大，嗯，那么量一大了哦，你新加坡那时候我就是在搞工厂了，嗯，搞工厂那个时候，新加坡年轻人呢，几乎是当兵的时候20左右岁当兵，嗯，请不到员工啊，那么员工也有那个啊限额，嗯。最后没有办法找不到，所以我们就到马来亚去开工厂啊。OK OK OK， 开工厂，马来亚开工厂了。那跟着之后呢，就交给很多卫星工厂。嗯，那么那个卫星工厂呢，就很多他们都是家庭式，做很小很小家庭式。那么我们就是把它唤醒。快点起来、哦、加工了加工哈、啊、那么一直解析游说他们啊、嗯、请工人啊、哦、我做教研料给他们啊、哦、快点你跟我做了啊 OK OK 那么就几乎游说我有30家工厂跟我做哇、哦、所以就每一天哦的产量哦就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嗯、其实那些工厂啊全部都是在家里以前的打金都是在家里家庭一个房间啊、嗯、一两个房间搞搞搞这样做而已、啊、那么就唤醒他们、嗯、那么之后呢、嗯、很多跟我配合的呢就我要求他们哎你去忙找工厂、啊、所以有些找那个工厂啊、嗯、这样就来做那么的速度就越做越快了、哦OK， 就是这样。可是这个可能我们返回一下，你是第一份工就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了吗？啊、做黄金，做黄金、哦。那时候是几岁啊？你哦，那时候年轻了，20岁。20岁就出来，啊、就是哦就，OK， 就一直都在做这行啊，做这行。可是到后来是发生什么事？你决定可能自己、啊、你是自己出来再开、啊？对对对，因为我做了整十年了，嗯，整十年了。那么我觉得在门市的时候，我觉得哎。金店的款式会少了一些，嗯，就自己觉得需要多一些新颖的款式啊，所以我就看到很多东西都可以卖的，啊、但是批发商没有，嗯，啊，那么就决定说，哎，自己出来做工厂啊，啊， okay、来创新一下，啊 ，OK OK， 啊，所以你是自己本身设计吗？啊、还是啊，哦、对自己看了东西，因为你做门市、啊、多少年经验嘛，嗯、整十年，你知道什么款式好卖，只、啊、是你没有这种经验啊，你也不懂什么的东西好卖，什么叫那么美不美？是啊是，你知道客户需要的什么？那么自己出来做，这样子就是讲你打工了很多年，然后你自己出来的时候，是你一出来开第一分店就马上生意就很旺旺，都已经很旺了、啊，就有的做了。哦，因为你已经有这些联络，啊、全部已经好了、那么这些工厂一开始做，因为开始请工人不多，两三个，嗯、就是做那量不多、啊，那么工人越来越多，那么到了碰到那个80年代的时候，我们70多年开始做哦，80年代的时候、嗯、金价暴涨哦，很多工厂就执了、哦，关闭，对，打金工厂啊，因为金太高了，那个时候卖的人多，嗯、买的人少啊，但是我很 lucky， 我就觉得我出来做的时候，怎么会有客户很 support 啊，很 support， 那么。金店呢就要求东西我们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所以那工人又更加容易找，因为怎么了，很多工厂关掉嘛，所以很多熟练的工人就一个一个介绍一个这样过来做。Okay, okay. 在新加坡做了那个时候有三十多个工人了，哇，然后最后再增加不能又增加了，就是 limited 了，因为准证的问题啊 ，OK，所以没有办法必到马来西亚去开厂啊 ，OK， 原来、就是、这样哇，可是这样你从这里开发的时候，你几时开始加入其他的服务业，好像当店啊这些、？OK， 那么做了整十年中东之后，那么中东因为两伊战争了、从以前的加工费4块美元 per gram 掉到5毛钱。哇，大掉掉到太厉害了、那么因为我们一部分是给卫星工厂，就是交工给人家做，一部分自己做，那觉得利润没有了、但是还好那个时候又90年代了，九十年代呢中国的崛起，中国呢就来新加坡、来找我们，很多香港人来找那个要找我们首饰那么说觉得哇，中国的崛起，中国需要很大量，我们开始就尝试做香港，哇，之后定量很大，那么中东利润也没有了、我们就转变转换转换路道路线，就跑做香港中国所以就到香港做开 office 这样就、就做中国的市场也做有整十年那么这边中东十年，香港中国十年之后呢，那个到2020年了，接近2020年，中国呢的工厂很快哇，如雨后春笋，正很多了，所以变成价格又太烂了很难竞争，所以就变成不需要做了，因为太过低了，因为我们就制造了再送过去的，我们需要一层的路子的成本，他们那边自己的加工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那么在九十年代我已经有如开当店了 ，OK， 但是当店自己没有去理事有开了第一家当店在九十年代 ，OK， 那么回来就觉得当店还是可以做，那么已经做生意做这么多年了，20多年，连打工都30年了，就觉得当店行，那么自己就申请几个license，所以我们新加坡是第一家连锁当店那个时候我们有6家当店，一开始就做了我来管理你一开始就开我们本来一家是合股的完了之后我们就增加就再开开那个时候我们就开了6家 OK 开了6家就是我在理事那么我就在理事的时候，因为我们对珠宝出口珠宝很熟，黄金是很专业所以做当店呢对我们是很简单的所以呢你很容易评价那些东西那么说我进了这个典当行呢，很多典当行的东西我就把它它的那个把它颠覆怎么把它怎么颠覆呢，你看这个典当行这么多年来都是很保守的到目前还有些店还是很保守的怎么样讲那个只有当柜灯光要节省，很暗，柜台很暗那么就看不到这种二手首饰那么我们第一间就是我们开了几间那么轮到第三间的时候就在 Dampenis 513 OK 513现在还有那间还有 Dampenis 对那么我们开那间的时候呢，我们就把那个这个典当行把它180度的转变来有 spotlight 的有灯光的那么再有呢就是门市摆很多首饰这个首饰是怎么来呢就是客户部来拿的OK 那么我们呢因为工厂很熟我们就把它翻新美容了本来那个首饰是80了经过我们的手变成18 年轻了那摆下去当店的东西怎么这么美这么漂亮这么漂亮其实我们讲翻新那么客户就很受客户的欢迎因为价廉物美又环保对对对东西你去用也很多乌烟瘴气又环保所以觉得很好的事情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呢在新加坡呢就是这个典当行呢有很多家陆陆续续就跟随我们用这种的款式就是高德之后有 spotlight 那么做得漂亮人家就开始抄你抄所以现在你看新加坡的几户那个后来的还有些老的他不改他一丝不变
但是新的后来跟上的跟来、跟来的呢全部都变了、就是这样了。 OK OK， 哇，其实听你的故事，你非常的很准确的知道好像几时要转型、其实你的生意转型了很多次嘛、是吧？因为自己在摸生意嘛、你觉得的哎，那个市场是战争入税入太高了，利润太低了，因为竞争出来了。那个好像我刚才提的中东的问题，其实那个卫星工程是我们叫醒他们来做的，做到他们知道好做，哇，我的交的量要这么大，多少都拿多少，他们也跟着去考察那个中东，他知道我做中东市场、所以之后他们长期竞争、所以竞争价格就又越来越多，就把他叫他们唤醒、其实叫他们来参与这个行业了、变成他就变成也是很多是过来跟你竞争竞争啊，对吧？所以变成利润太低的时候你不需要做了、所以就回来做当店了。OK 还有当然你开始的时候你好像你过了这么多波浪是吗、你觉得你的公司有没有经过最危机的时候？你觉得是几时？我觉得还好啊，还好。97年的时候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看哦，从开始创业我都讲嘛，碰到80年代哦，金价那时候很厉害，从35美元哦，70年代的时候35美元 per ounce 啊，涨到875。涨得差不多是20多倍，哇，那个时候金价暴涨得很厉害，所以哦，门市就没有生意，那么呢，所有的那个很多客户就拿金来回，所以是供过于求，而不是供不应求，所以那个要讲是一个危机，但是那个危机我们将危机化为是机会，因为你有狂势，一直你自己设计狂势。来那个金店所需要，所以我刚才提过很多金店关，很多工厂关掉、但是工人又危机也变成是一个机会、一个商机，工人容易找啊，熟练工人容易找，因为你请一个打金师傅啊，你没有熟练的很难上手，来一段时间，所以就是这样就是到现在为止，你们还有做批发吗？还是完全都是在那边？没有，现在我们。换回来这个换跑道了，就是做典当行做了我看有20来年吧，那么典当行我们现在呢就做房地产贷款我们有 money lending license， 我们做房地产贷款，我觉得房地产贷款我觉得很适合我们做因为我们是做好像这虽然是当店是拿一些利息，就好像金融对micro 的金融，但是我们做房地产，我觉得是也是金融贷款我们现在主要是做房地产贷款因为这个房地产贷款呢是这样的，本来很多人都是几乎都是会到银行里面去融资，对，但是呢，因为有政府的限制 DDSR 的问题所以有一些进不了银行的大门那我们就抓一些漏网之鱼我觉得是后补所以对这一些人也是好事我比如讲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了他没有工作他有的是资产而他没有现金所以他需要他有一个很大的 bungalow， 他需要30几十万的融资现金用而已，来周转，100几十万，我觉得很合情合理所以我们就跟他做手续，就好像贷款给他这样的情形。OK， 银行是进不了，因为有政府的 DDSR 问题明白。好像你创业这么多年，你觉得你怎么样给自己这个动力？而且你会不会有好像自我怀疑在这个过程之内？会有这种情况吗？好像你不知道你自己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不会，这些不会因为自己做什么自己了解，而且很投入。而且再者讲，我们是打工出身的所以你既然要做了那个生意，你就全力以赴那么市场刚才提到80年代的进涨这么多，很多关掉，那么你怎么能够生存？那不是一个危机对呀。但是你就想把危机化为。是一个机会所以你就是要狂试，而且人家种的东西就很难销因为贵了嘛，贵20倍你怎么
一两斤那个时候是到2000多块，开始一两斤才100多块，是，哦，相差太远，所以差太多，所以你就款式演变一下，嗯，那么金店也会跟你接受，啊，接受啊，你就有的做，啊，有的做，这样你机会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拿到一个机会好了，那么中东一开始来去又来需求，所以我们就演变去做中东出口。OK，OK， 好。So I spent a good half an hour with Mr. Ye in his office, talking about his past and how he built up his business. We then spent some time visiting his showroom on his main branch, where he explained to me how they have been able to set up the pawn shop to get the feel and look of almost like a jewelry store. That really changed the whole environment of a pawn shop and make it very, very inviting for visitors. And we also then spent some time talking about the IPO of the company and why he decided to get his company to list it on the Singapore Exchange. We also chat about his children who are now in the business and really helping the company transition into the new digital age. 像当然，在2013年尾的时候，ValueMax 你们决定了上市在 Mainboard 嘛？啊，对对。那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决定走向上市的路线呢？在转型是这样的，因为你进了典当进了上市公司上市去上市，我们是 Mainboard 啦，主板的上市。我觉得从融资方面、多方面、知名度方面，也是一种新的里程碑，因为你想做国际市场，那么将你的行业在扩充，就像我刚才讲的房地产贷款，所以觉得上市是有好处、有帮忙得到啊。那么我们也有在马来亚开了10多间典当行，在10出年我们就已经进入马来亚了。OK， 所以我们现在新马都有典当行，都有典当行。你可以可能解释一下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这个在这两岸做生意的不同在哪里吗？你觉得新加坡就做国际市场，比如讲是印度尼西亚啦，甚至现在有一小量的中国人，那么马来亚甚至邻近国家菲律宾啊，就是我们的亚洲这一带的，都会过来这里，客户都会来新加坡典当OK。那么马来亚呢，我觉得这个会少，因为马来亚典当的数目最多一张单给你当到10000块新加坡就好处没有限制所以在马来西亚如果各有千秋，新加坡利息低，马来利息比较高，但是马来亚你的贷款利息也是比较高OK， 那你可以可能讲解一下 ValueMax 上市过后，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在这公司最大的改变吗？从管理方面啊，变成是集团化什么东西上市之后，不是一个人讲的就算数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有好处，也有带来突起，有带来不习惯从管理方面啊，你种种融资啊，什么东西都是有个程序啊。OK， 当然你现在你的孩子也是在你的生意里面，对吗？可能你可以让我们明白一下，在你对他们的期望还有或者抱负，在这个公司是什么呢？年轻人他们受教育回来，当然比我们这个老一辈的强得多了，我觉得有很多新鲜主意。现在是科技的时代，他们读的是这一科的，我们读的是用算盘的，是不一样的演变呢，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的科技，我觉得包括典当东西都是要用从科技里面，尤其新加坡还简单，马来亚可能以后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地广人稀的地方更需要科技。因为有些人他要典当个东西，他不需要说我这么远
坐飞机是坐火车到你的地方，我寄给你啊、从科技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你什么东西，对对，你买一个表啊，一个钻石，你的证书给我看、嗯、然后我就跟你估到什么价、嗯、啊，这些我看以后都必须会这么做。可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好像你花了这么多年创业创办了 ValueMax、嗯、你觉得如果你现在要回去你年轻的时代，跟你自己给个自己一个忠告，你觉得会是什么？我觉得还可以啦，这个人生这个路不冤枉，走不冤枉，还是一番很丰富，值得走啦、啊、值得走，而且自己想做的很有魄力的去做。嗯，好，非常非常感谢你 Mr. Ye， 谢谢你。Alright, that's the story of Mr. Ye Hiang Nam, the founder of ValueMax Group. He's an extremely fascinating man with an extremely fascinating journey. Again, if you'd like to view the English version explanation of this interview, just go to our website where you'll find the abridged English version of the interview, and you can find the link down on the show notes below. The full report will only be available for our members in our VIA club. So if you'd like to find out more about VIA Club, you can also click the link down below to find out more. If you have enjoyed the interview, do give us a like and a review on iTunes or wherever you get this podcast. You can get the latest notification of all our future interview and also many added analysis and report about the stock market just by joining our mailing list. You can just go to valueinvestasia.com/newsletter. I'll put the link down below on the show notes as well. So once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ill we meet again, my name is Stanley. Invest safely.